哥，哎，麻花菜，来壶酒。好，来了。来，小二，快点。好。说的就是你啊，小兄弟啊，别怕，来，到这儿来，大哥亏不了你。来来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呀、啊。小兄弟啊，打哪儿来？湖北。多大了？八岁。八岁。你爹妈呢？饿吗？嗯。来，坐下。好。吃。嗯。吃。来，别怕，吃。来，吃。全都给你了。掌柜的，哎，哎呀，你他妈要饭的，给我走走走走走走走！啊，对不住老总，这两盘呢，我再给你换一下啊。是我叫他吃的。别怕，过来。啊，老总，这叫花子上桌子，在我们这儿可是没这个规矩啊。叫花子怎么了？叫花子是你祖宗，景文公还要过饭呢。大明皇帝朱元璋就是讨饭的出身，懂吗？今天老子要给你定个规矩。给我添一壶酒，炒两个好菜，伺候我这位小兄弟。老总啊，今天这两个菜啊，就算是我请客了，可是要我招待这个叫花子，我这家的店牌可就，要不老总啊，我再给他吃的，打发他走算了啊。少他妈废话，老子今天就是要亲自伺候这个叫花子，明白吗？是是，放肆。原来是刘大教官驾到，怎么着，小店有什么地方招待不周吗？山教官，我看他可怜，请他吃顿饭，喝几杯。这个小叫花子，是不是他让你想起什么了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不就是叫花子出身吗？小时候还在大庙门口要过饭呢。刘一川，我原来以为经过那次调教以后你会有所长进，可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菩萨心肠。
是不是赣南为你死去的兄弟太多了，你想积点阴德？你别忘了，你现在是军统局特训班的教官，干我们这一行的绝不能有半点慈悲心肠，就是你的父母兄弟也不行。现在特训班里很可能混进了共产党，如果这个人就是你的兄弟刘海龙，你该怎么办？我知道该怎么做。知道就好，你记住，我能让你成为上校教官，我也能叫你变得连个叫花子都不如。怎么样，现在你该明白该干什么了吗？怎么，要不要我再给你这个小叫花子朋友再叫上几道菜呀？进街里边，一街两厢好买卖，金字招牌银招牌，东洞西舍挂起来。这一两天我没来，听说掌柜的发了财，发财我沾光，他吃饺子我喝汤，他吃饺子我喝汤。你怎么了？来，怎么醉成这个样子了啊？我给你打水擦把脸啊！我请他吃饭。啊！这小子，哎呦，跟我小时候别提多的像了。六碟小菜他全吃光了。哎，这小肚子长得像铜鼓一样。哎呀，哎呀，长得像铜鼓。你说什么？你请谁吃饭了？请谁吃饭？小叫花子，他叫什么来着？他叫来。刚来南岳的时候，我也就这么大。这鱼啊，鱼有头。这风有王，咱们这些人也得有个头啊，有个头，有个叫花子头啊。头的脾气大，你就得乖顺点儿。要一碗饭，得孝敬饭碗；要一块饼，一只手就得给多一半儿。眼睛啊，别长在屁股上，不然就得照打。别说了，
别说了，就得招打呀。街上走的都是咱的爷，都是咱的爷。一鞠躬，一磕头，爬到人家屁股后面捡一个铜子儿，没人看得起我，没人看得起我呀，没人看得起我，没人看得起我。春哥，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，说起来叫人心里难受。你瞧，你现在不是挺好吗？好个屁！我这几年受的苦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自己知道。我不管到哪儿，人家总把我当成要饭的，没人看得起我呀，没人看得起我呀，没人看得起我。春哥，别胡思乱想了，春哥，做人先要瞧得起自己。你今天喝多了，先歇会儿，我爹回来了再弄饭给你吃啊。玉姐，我没醉，我真的没醉，连你也瞧不起我，不然为什么把金镯子退给我啊？春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一直把你当大哥看，我和海龙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海龙？你这个傻丫头，你这个傻丫头，你还在等这个混小子啊？人家早就把你甩了。你瞎说什么呀？要不是你今天马尿喝多了，我可真跟你急了。瞎说！我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啊？特训班里谁不知道？谁不知道？海龙跑上了个西服安里的小尼姑，什么青梅竹马，全他妈扯淡！你越说越不像话了。再说，我可不饶你，我让你醒醒酒。什么？你在胡说？什么？你在胡说？嗯。真的，玉姐，我没有骗你。不信，你自己去看。玉姐，玉姐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真的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玉姐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我不信！你胡说！你疯了！你！啊！你是真心的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玉姐，春哥，你不能这样啊！我是真心的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春哥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春哥，我求求你！Thank you.
观世音菩萨，弟子刘海龙一时糊涂，害得恩师坠入苦海。弟子决心不避凶险，让恩师跳出苦海，愿菩萨保佑我逢凶化吉，转危为安。玉洁，海东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什么时候开始信佛了？我是被唐老师超度亡灵。那个尼姑很漂亮，我说的是静怡。这么说，你全都知道了？可惜。他是个出家人，不然的话我真该恭喜你们了。玉姐，我知道你的心，这件事我早就想对你说了。别说，只要你高兴，我就高兴。对不起，玉姐，我该告诉你的，我不该瞒着你的。我，玉姐，玉姐，你怎么了？啊？我把你给我的玉珠摔碎了。啊！别那么在意啊，这镯子本来就不值什么的，别哭了。我是太在意了，我好傻，这镯子确实是太不值了。哎，你脸上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要不要我送你回去？
不了的事。哎，那好，那么我就先回去了。这脸上怎么回事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要不要我送你回去？不用费心。那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是吗？我今天来找你不是为了自己的事儿，咱们俩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啊，是有人让我来找你的。当初谢师长和唐老师派你到特训班来的时候，没关照过你什么吗？是有难办的事情会有人来找我，可是唐老师被抓，应该有人来找我呀。哎，难道你就是？我只是负责转告你，最近会有人找你接头的。证人的上衣第二粒纽扣是半颗铜纽扣。半颗铜纽扣。接头的暗号是米仙文。南台寺里有石头和尚的肉身吗？对方回答说，石头和尚的肉身在石头里，石头在山顶上，下面该干什么怎么干，这个人会告诉你的。我明白了。哎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啊？并不是我不相信你，谢师长和唐老师都觉得你忠实可靠，激进共产党，可是特训班是军统的绝密组织，特地派你不是共产党的人进去，这样才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。玉姐，你早就是唐老师的人了吧？可是你一直把我当外人，这多没意思。这都是因为你性情急躁，容易误事，所以不到紧要关头不会动用你的。现在事情很紧急吗？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，你也不要多问。还有，这儿谈的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真的？连春哥也不让知道？你以后别在我面前提到他的名字。怎么样了？
来他还能恢复知觉。假如你再给他用刑的话，下一次他可就绝对再也醒不过来了。他能挺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奇迹了。这没你的事了，你们都给我出去。走。听得见我说话吗？你看得清这是几吗？嗯，是几啊？你能说话吗？看来你能听见我说的话。我相信刚才你已经跟死神照过面了。怎么样，死的滋味好不好受啊？啊，什么？我听不见。你并不轻松吧？如果我真的死了，那两手空空，那什么像特派员小张呢？我交不了账，你也别想活。我知道你现在并不想活，死对你来说是一种解脱，活下去倒需要很大的勇气，是吗？无非是把你那套剥皮抽筋的把戏拿出来，再从头到尾的来一遍。如果说以前你没有办法让我说出来，现在我当然更不会说出来。想抽支烟吗？无所谓，不过
你得先找找看看，看看我身上还找得出一块完整皮肤来，可以让你烫吗？不不，别误会，这回我是真想请你抽支烟。把你打成这样，不过我也是迫不得已，如果你早一点合作的话，也不至于这样。记得我小的时候很调皮，所以我的父亲经常的打我，打得很凶。当时我什么话也不愿意跟我父亲说，不过我很愿意跟我外婆说，就连逃学偷钱之类的事我都愿意告诉她。我知道你一定非常恨我，也许你愿意跟你亲近一些的人谈谈。怎么？看来又是毫无进展。我已经尽力了，那个谭伟民只剩下一口气了，只有靠注射兴奋剂才能醒过来一会儿。我真的不敢再对他用刑了，万一他真的死了，我单怀义可担不了这个责任呢。你当着众人的面吹过牛，说是没人能熬得过你手里的全套刑法。我也听说过你在剿共的时候对付共产党手段狠毒是出了名的，所以才把你调到特训班来。可这个姓唐的，他是个软硬不吃的家伙。你特派员坐在办公室里，不是霸王之气，就是唐王之色。你倒是去会会那个姓唐的试试看。哼，我提议下一轮审讯由你亲自实行。哼，特派员怎么样，不愿意？你们女人就会大惊小怪地说我不愿意闻到血腥味儿。哼，当然了，审讯时不是重庆的跳舞厅，审犯人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，有时候你会恨不得一枪把这个小子给崩了。我看不是唐伟明，而是你的精神垮了。
潘伟明是我们唯一的线索，只有从他嘴里才能挖出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共党分子。在得到他的口供之前，绝不能让他死掉。戴局长对唐伟明非常重视，过几天就会派人下来取他的口供，到时候你得露一手。别让我没法交账。所有的办法我都试过了，现在他身上血都快流干了，身体虚弱到了极点，我看只剩下刘海龙这张王牌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还不赶快安排刘海龙和他见面？现在还不行，我要让那个姓唐的信仰两天，要让他有足够的精力来对付这场谈话。我担心的倒是刘海龙到时候能不能配合我们。刘海龙和刘义春亲自出马抓的唐伟明，这样他们师生之间已经恩断义绝。在唐伟明眼里，刘家两兄弟已经是我们的人了。酒宴要摆在府上，把地方上各界人士都请来，在席上让刘义春说一番感激老师弃暗投明的话，这样一来就等于当着全县的人宣布他唐伟明已经背叛了共产党，然后当场释放他。怎么放了他？唐伟明出去之后必定会遭到他自己人的追杀，他们会把他当作叛徒处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抓到他们的人。这时候我们内部的那位先生也会沉不住气，露出马脚。我觉得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刘家二兄弟能够当场软化唐伟民，这也是对刘海龙是否忠诚的一次最好的检验。那么刘义春呢？你对他就这么有把握？我知道你和刘家兄弟有私仇，你想借这次机会借刀杀人，公报私仇。告诉你，我的主要目标是唐伟明，对你们的恩怨我不感兴趣。如果你把事情搞砸的话，我绝不饶你。特派员，如果我善怀疑公报私仇的话，那么在三年以前我就可以把刘义春杀了。当初他和刘海龙闯进我家大院把我砍伤，被我家护院家丁打散以后，刘义春逃到了江西，化名郭忠烈，参加了共产党的赣南游击队。由于他才干出众，很快就当上了支队长。说来也巧啊，我随第六路军奉命剿共，正好围剿他的这个支队。哦，你还跟他的游击队交过手？不错，应该承认这小子很勇敢。论打仗，我不是他的对手，打一仗败一仗。很有意思，说下去。我知道刘义春有一个致命的毛病，那就是好色。我暗中查访到他的一个姘头，我就在那儿撒网等着他。果然这小子色胆包天，带着两个警卫摸到他的姘头家里，自然他在床上就成了我的俘虏。不过刘义春不像唐伟民，还没等我把全套刑具全都用完，他就招供了，他的游击支队就被我全部消灭了。你这次把我招到特训班的目的之一，不就是让我把刘义春这个宝贝带给你吗？他的确是个宝贝，由于没有人知道他这段历史，
所以等特训班一结束，我还让他化名郭忠烈，带领由我们特训班学员组成的游击支队，混在八路军、新四军里，和他们一起撤到黄河以北。他将是执行我 C-130 行动中的一把尖刀。一个女人能有这样的胆识，令人佩服。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下，把赌注压在这样的人身上，恐怕是靠不住的。他能出卖一次，就有可能出卖第二次。